猜错，来，进，错，来，招，好，你赢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。来来，回回来来回回，还有几个字不见了。刚起床呢，我刚刚看到什么吗？乒乓球比赛。对啊。招，来来来来，撸西，撸北，撸东，撸南，撸列啊，谁不知道？他都已经答对了，为什么要玩这游戏？奇怪了，不要满足自己的私欲。你怎么感觉是心不灵？因为你太烂了。来，你再比一次，我们来看看。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底下。这是第一个字，而这个第一个字谁扮演？言承旭。对啊，那第一个是什么？爸。太难了。小鬼，没有，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我忘记你差多少。